只是这样子而已。好，因为节气的关系，所以如果说没有按照这个什么啊，夏商于暑，秋病必虐，哈，冬伤于寒，春病必温病，那这个就是按照节气走，因为事实，不按照节气，因为事实的节令不对，好，就会有这种现象，那会好，所以说要因节气而异。那307页呢，这个温疟和寒疟，好，那居在哪？大部分它各居在何处呢？好，属于哪个脏呢？好，这个岐伯就回答了，所谓温疟者，哈，得在就冬天的时候重于风寒。这个时候呢，气本身呢，寒气藏于骨髓里面，哦，因为冬重于寒的时候很生，一般都是很生，好，冬天是骨病，好，肾脏在管，所以如果一重的话，就会重到骨，好，那到春天的时候，这阳气大发，那因为伤在骨头里面，那阳气发生的时候，只是在肌肉啊、皮肤表面上，那骨头里面阳气，并且还是在骨头里面，并没有发出来，那这个时候的时候，那病里面本身的病就在骨头里面，从秋那个去年的冬天一直带到春天，带到今年的夏天的时候，夏天遇到大暑，好，暑气很旺，燥热的时候，好，就是要脑部啊、肌肉都消化，腠理都发泄。这个时候你或有用力，好，比如说你去做劳动的工作，这时候邪气和汗一起出来的时候，因为这个病原来好藏在肾脏里面，好，很深，在冬天的时候太冷了，好，那。都是从这个病气呢，从里面往外走的哈。像这样子的情形的话，就会阴虚而阳盛，阳盛则热哈。这是温疟嘛，阳盛里面很热。所以温疟的话，大部分是刚开始的时候病的早因呢，是因为冬天的寒冷太冷了而伤到骨头哈。阳盛则热矣。好，那如果衰的时候，这个病气呢反入，一回来了后，表阳又虚掉了。好，阳虚就生寒了。好，就是温疟。所以这个就会造成呢，先发热再发寒，所以看起来先发热再发寒，好像是寒比那个热比较多，实际上这个是温疟呢，是最早出是伤于寒，因为寒在里面，好，所以造成这种好看起来是好这种现象，先热后寒。那单疟呢？单疟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好，就是因为劳动太多而造成的。这个单疟的肺素有热，一般做劳力工作的人，因为他出劳力嘛，哈，一直在动，哇，一直在好像耕田呐，好，做土木、水木，好，做土木工啊，好，这个做劳力的，好，水泥工啊，这种，好，就造成肺，本来这个人肺就比较平常人热多，因为他劳力工作汗流的很多，肺就会比较热，肺的喜寒，就是在肺里面呢，是因为像天阳一样，肺里面是要比较冷一点，那现在呢，因为平常工作的关系，所以肺里面的津液丧失比较多，好，这造成呢，好，当你生病的时候，气盛于身，疟上升，中气时而不外泄，亦有所用力，好，那腠理开，这时候风寒摄于皮肤，在分肉之间，就是病进来的时候，好，在皮肤分肉之间，不像重于寒的时候在骨头上面，好，那一发病的时候，好，就阳气非常的盛，好。阳气盛而不衰则病矣，其气不居，到不了阴的地方，所以淡热而不寒，就看到都是看到热症，看不到寒症。所以我们有看到寒症的时候，大部分从骨头里面出来，才会打板，他那个牙齿都打颤，真的大部分都是热症，热症都是刚开始起因呢，就是平素这个人肺里面就是比较热的，好，这个就叫做好。单疟呢，一般就是我们讲的，只看到发热，只看到热，但是看不到寒的，我们称为单疟。那310页呢，到《内经》第36篇叫做《刺疟论》。刺的方法，针刺的手法，如何来治疗这个疟疾？如果是这就要开始，你要真的要去治疗的时候，你要分经，要辨证，搞清楚它是哪一条经络出现问题。如果是足太阳的疟，会让人家腰痛头重，背从寒从背起，先寒后热，那这种情形哈，诸位记得，我们为什么要去学，这个针灸？学完以后再看《黄帝内经》呢？你现在一看就通通很明白了，你按照经络看就好了，对不对？那你没有针灸的基础，你看了啊，什么是足太阳？
你要现在是要回去学针灸，好，所以说有针灸的基础，你按照针灸的经络，足太阳膀胱经怎么走的，好，就看做腰透头，要不要就从背上开始，对不对？好，我们知道它是足太阳，这个时候刺膝中就是委中让它出血啊，委中放血，好，这个足少阳的虐，好，让人家身体疲劳倦怠，好，那寒汗热都不是很盛，好，因为在少阳嘛。哦，对，诸位有观念，少阳是半表半里之间，好，那好不喜欢看到人，好，这是病在少阳。一般少阳症的时候，好，病人这个都是不想看到人，好，这是一个症状。那我们可以刺少阳经的灵气穴，好，刺足少阳就讲的是灵气穴，好。那如果你说啊，老师，我选阳府可不可以？当然了。出病在一个礼拜以内的病都属于比较实症，我们可以是阳府，阳府是少阳经的止穴，好。那阳明呢，好，令人呢，好，会有这种偏稍微这个阵阵的恶寒的现象，好。那日久病久了，好，我们就会看到一直是都是热症，刚开始是阵阵的寒，但阳明的寒跟太阳的寒不一样，太阳的寒起来说很冷，好，因为太阳本身是寒水，那寒上加寒，非常的冷，而且在背上，在寒阳明呢都在正面，都在正面的地方，好，感觉一阵阵寒在前面，好，倒是不会在背后。那阳明本身呢是纯阳，好，是多血多气的，那受伤的时候他喜欢见阳，好，同气相求，好，所以喜欢看到日光啊，好，火光啊都喜欢，好。这个时候刺阳明，这个要治阳明的虐的时候都在正面，我们刺阳明腹上，你不能那个我们讲的冲阳脉，齁，冲阳脉是阳明腹上指的是冲阳脉，那你冲阳脉是个动脉，过去按照针灸的记载，你如果冲阳脉你对不起，你如果是在冲阳脉血出，按照针灸大臣血出则死，对不对？你没有看到是扎血血塞就死掉了，因为以前的针很粗啊，这一根像火柴棒一样砸进去，那个动脉一出来就崩出来，对不对？那你再遇到个糖尿病的人给西医搞了，就早上呢本来就不能见血，你给他砸个洞在那边，哦，那个老师这个人很讨厌，这糖尿病，然后又刚好又是疟疾，那要怎么办呢？哦，那要放血，这个针灸治疗是放血，哦，那你在脚腹上不并不，我们讲腹上，你当然这个动脉是个冲阳，我们现在针即使很细，也不是在冲阳脉上面放血，而是在到他的旁边的溶穴，比如说在这个内庭，好，这个和冲阳中间这一带，好，或者是到这个井穴，好，立对上面这边有看到淤血脉，我们把它放掉，而不是说你千万不要误解，找了那个动脉给它放血，好，都那个都不对的，好，不可能在动脉上放血，好。那311页足太阴，大家一看到足太阴，马上就想到什么脾经，对不对？好，令人不乐，好，好太息。好，不适时，主症就是不适时，好，不想没有胃口，好，喜欢叹息，这就是脾经，好，脾主脾常湿嘛，好，那多寒热汗出，病治，好，的善呕，好，病发的时候病人会恶心，因为脾脏跟胃是连在一起，如果脾湿很盛的时候会压迫到胃，好，那呕吐停下来的时候就知道病气已衰，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去治疗。我们治疟症疟疾一定是在病气衰或者是在病气未发的时候去治它，好，那为什么要讲这两个原则？因为当你去碰到病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以前这个我们老师这些都是照这个那个中那个当时的国民政府呢，把这些周作鱼啊这些好徐锦明都拿去叫做灭疟大队啊，用针灸来灭疟疾啊，好，那这一批老中医的全部就家传的好都中医下来都被招去当军医嘛，好，那所有的疟疾，他们在长江沿岸一带治疗疟疾的时候，那你不可能说现在去刚好就是病未发，对不对？好，或者是那这个人去刚好病发完，有时候正在发疟，好，正在发疟，你在旁边打摆子打一下，等我去看还没有准备发的，对不对？都是这样子，哦，所以很难确定什么时候，但是所以你都要知道我们怎么治，好，那足太阴的疟的话，我们就要取在足太阴上面嘛，好，好，那太阴经上面你们可以找。比如说在这个那个在四肢的末梢，好，末梢，比如说这个大肚啊太白这一带，好，公孙，好，你们看到有阴经那个经脉，好，这个有青筋有
淤血的脉，这叫在这个地方放点血。好，那肾经足少阴的疟，如果疟在足少阴上面呢，令人呕吐甚多寒热哈。这里呢，诸位要有个概念了。现在我们慢慢进入脏哈。那肾为什么，哦，这个会呕吐？呕吐很重，是少阴哈。我们呢，中医有一句话叫做“胃为肾之官”。好，胃为肾之官，什么意思呢？肺在上面，心脏在这边，好，中间是胃，好，肾在下面。常人，正常人呢，肺气是下降的，都没有问题。当肾脏有问题的时候，肾气下面是阴寒的，那这个肺气下来下不来啦，寒就堵塞到阻塞到，这寒会往回走，一回走的时候顶到胃，胃里面东西吐掉。好，所以说我们常常用呕吐的很严重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肾出问题了。所以你在临床上看的时候，这个病人肾衰竭的时候，要准备开始肾完全衰竭掉，也就是说以现在的俗话来说，要准备洗肾了。之前的时候，病人都是头非常的晕眩的很厉害，还有人呕吐，一次就吐，一次就吐，根本饮食无法入胃，然后晕眩的很厉害，那人躺在床上都在头昏，哦，那你是倒立过来正反过来怎么睡都是呕吐，哦，因为肾脏快要衰竭掉了，哦，所以说当你知道胃呢是肾的官，那你我们在治肾的时候，反过来我们在治肾的时候，哎，这个胃口的饮食都很好进入啊，怎么样，就是肾一直在恢复中间，一直在恢复中间，那把它延伸出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肾是管冬天嘛，啊，冬天是病起的时候，是不是？那你在冬天在治疗的时候病会起来，那比较难治，那在下个节气春天的时候是它所相生的节气，它应该痊愈在春天，对不对？那你所以你的病人冬天来的时候，你跟他说，哎，现在是刚好是冬天开始，对不对？好，你来的时间不是很好啊，实际上是三个月，好，三个月以后你开始慢慢会回春，好，那真正开始好转的时候，你会在这个冬至日开始慢慢慢慢回升，因为冬至的时候开始阳气开始升啊，那到明年的春天你肾脏才会好，好，那这个病人来了肾脏有病，肾脏有病跑来秋天啊，那你说那你要稍微更久一点，好，那就是啊，那是按照节气讲话，这是按照节气来说话，我们可以预测他什么时候会好。但是你在处方上使用的时候，你处方使用的很好，可以提前就不会受到节气的影响。好，那一般是这样子。好，所以这里呕吐肾就会记得哈，从这里开始学到了哦，胃是肾之官。那少阴呢，多寒热，热多寒少。为什么热多寒少？因为这个阳肾里面有阳在里面，肾好，天阳从肺下来，这个肾阳在里面，这个命门火在这个地方。所以肾是一个水火同源，人生命的泉源在这里，里面有很强的阳在里面。那肾受到虐、受到病的时候，这个阳会往外散，阳出来很壮啊，当然会看到热比较多，寒比较少。好，那因为肾是阴脏，啊，同气相求，他就喜欢把门关起来。你看到病人啊，把那个，就比如说一个家里面人很多，对不对？他门关起来还是有人啊，对不对？他就躲在衣橱里面关起来，自己关在衣橱里面。嗯，肾虐马上就知道了，哦，好，他找个地方躲起来，就这样子。好，那足少阴是吧？足厥阴的虐，好，哦，这个厥阴经呢，好，哦，让人腰痛，好，哦，少腹满，小便不利，如脓状。但是脓就是小便排不出来，肚子胀起来，好像小便堵在里面，其实不是小便堵在里面。好，哦，好，哦，有便意，病人恐惧，好，哦，气不足，这个都是属于这个足厥阴的虐。好，哦，为什么气不足？就是讲吸入是肾脏在是肾脏在管。好，那这个好，因为吸入我们的气会入肾、入肝，好，入肝肾；吐出是心和肺，有没有？如果我们光以肺和肾来说，一个是吸，一个是吐。那如果把心肺叫做上焦的话，就是管吐；那肝肾管下焦，就是管吸嘛，哈，都会有这种现象产生。好，那就是我们刺足厥阴肝经。刺肝经的时候都是在那个好，哦，五腧穴附近，所以说大部分我们刺虐，尤其刺虐，大部分都在五脚趾头旁边、手指头旁边，
好，在关节这个手的手关节，好，还有足踝裸以下到脚趾头旁边，好，这都是我们自虐的所在，针灸下针的手地方。好，到312页，刚刚是病呢在经络上面，好，所以我们有好膀胱经啊、少阳经啊、好这个什么好足阳明经啊，经络上面。312页呢谈的是如果是在肺虐好在里面在脏里面的。好，肺呢本身呢因为这个主寒，肺气是主寒，大家喜温啊，好，所以我们治肺病的时候一般来说病人要保暖，我一直在强调齁，强调病人要保暖。肺呢本身因为肺主寒，那病在虐在病上虐跑到肺里面去的时候，会造成让人家心寒，上焦会寒，好，寒着很盛就会热，这个热间呢是会散精，如有所见，好，因为肺常破，如有所见就是看到不应该看的东西，比如说白天一看，哎，怎么有个人在那边，实际上没有人，好，你看到你不该看的东西是破不守，好，那我们知道它出于肺，好，出于肺，所以肺病的人呢一定会散精，好，那常常看到异样，这是肺虐。那这个时候我们治手太阴、肺经和阳明经，因为表里嘛，好。如果心脏有虐跑到心脏去的时候，一人心烦，好，心脏有问题的时候，一定会出现烦闷，好，很烦躁，情绪会不好，好，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热盛。这个时候我们治手少阴，好，为什么要喜欢得清水？因为心本身是火热的嘛。那现在心重虐了，好，这热会往外散，就会造成病人呢想要喝点冷水。这是重到五脏的，那重到肝的时候，肝脏的时候，令人色青，脸色是青黑色的。好，那三太极，其壮若实者，这是我们刺足厥阴肝经。好，你一个脏，你记一个症就好了。肝经呢，伤到肝脏的时候，虐在肝脏的时候，脸色会发青。好，那脾虐者，好，脾是主少腹，好，也是让人寒，好，病人发了很怕冷，好。虐的冷跟一般伤寒的冷不一样，伤寒的冷就是皮肤表面很冷，虐的冷会牙齿会打颤，好，千万不要忘记我讲的，牙齿会打颤，咯咯咯，牙齿会响啊，咯咯咯这样子响，好，这是虐。好，那脾虐的时候，因为腹都是寒嘛，哈，在脏在里的话，重到里的话，显现都是寒症，腹中痛，这时候吃足太阴经，好，肾虐，好，令人这个字念。喜哈，那个三点水一个喜就是喜，喜就是寒症啊，属于寒症啊。一般来说，我们虐只要跑到脏里面去的时候，显现出来都是寒症啊，寒症。那好，这里呢中间有一个哈，这个腰急痛，诸位都知道肾在腰嘛哈。如果婉转大便难，好目眩眩然，好这个就是目眼睛会转动哈，手脚冰冷，那。中医的观念里面认为肾主二便，所以你的小便啊、大便啊都是肾脏在管，那你从这边你就已经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一个人来说，医生怎么搞的，我以前都感觉到小便会去上厕所，最近来以后小便的便意没有了，我不想要去小便了，没有感觉到小便，肚子很胀，我知道里面有尿，可我一点便意都没有，有没有小便啊？大便也不出来了，哦，会有这种现象。然后呢，吐完呕吐的要死，哦，这就知道肾脏。你看他讲的症状，就知道已经目标跑到肾脏去了。好，所以中医用辨证论治。好，那胃产生疟疾，如果说胃里面有疟疾，好，散积而不能治，肚子很饿但吃不下东西。好，那一吃东西，整个肚子就胀满。好，这个常常会看到。所以说，你说疟是疟原虫啊，什么东西？我基本上我怀疑这个。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医讲的疟是广义的疟，啊，不是狭义的疟。好，是讲一种外在的天时，好利病发生的一种病，气候的改变造成的病。那你说胃疟？好，那个肾虐跟疟原虫也没关系，现在看到都是寒症。好，
那胃虐的时候，病人呢，常常我就看到啊，哦，我肚子很饿，但是我不想吃东西。你不是打了病人耳光，你不找麻烦？你这个，你想吃东西又不吃东西，你故意找麻烦，对不对？你肚子饿又不想吃东西，你这个病人在捣蛋，其实不是捣蛋，他真的是就这样子，叫做胃虐。好，那他说，那你问他，你为什么这个肚子饿，你又不想吃东西？哎，因为我每次一吃，整个胃就胀满了，胃就胀得很难过，所以那不吃呢，我胃又好又紧；那吃了呢，啊，那胃这个胃又胀满，啊，又消化不了，胃虐。好。这个时候我们是足好阳明太阴好那出血，所以说你看到这边的时候，我们读黄帝内经读到这边的时候，对虐我们下了定义，就不见得就是什么蚊子啊带来的疟原虫啊什么，这就推翻掉了。好，现在显现出来是这样子的。好，那横脉出血就是你看到那个在脾经和太阳经和脾经中间两条是直的嘛，胃经跟脾经是这样子，一个在足的胫骨的外侧，一个在内侧，对不对？两经之间有一些横脉的淤血，清静的让你放血就好了，好，放血就好，这就是疟症。好，那313页，那疟病在发的时候，刚开始身体发热的时候，这是治疗的时机。好，那你如果是好，这个脚上面脚背上面的那个动脉出血的时候，好，那一出血马上病人就不热了，开始冷了，好，速度很快。如果疟呢准备开始要冷的时候，你知道它热过了开始要冷的时候，好，你是阳明手阳明跟太阴，好，或者足阳明太阴，这就是我们按照寒热来决定吃哪一边。如果是疟脉，我们讲满大吉，讲的就是好疟。当你的脉线出现的又满又大又急，那个肺脉胀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是病在背上面，吃它的背腧穴。好，那一般来说，我们扎针的时候，那个背上要出血哈，诸位呢不用那个我们一般的32号针，你用直接点刺放血就可以了。好，点刺放血。好，像我们在那个督脉，你在外开一寸的，好外不是一寸半的地方哈，就是。腹上面的那个像心腧啊、脾腧啊，你一般我们放血是这样子，我们会用到背上的鱼穴放血哈，因为背上的鱼呢是背是阳，是内脏五脏六腑跟外面阳交沟通的地方，门户的地方，管这个门户是少阳在管。好，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病在哪个地方？所以用我们就阿是穴，当初阿是穴的精神呢，孙思邈阿是穴的精神就是按照。我们的每一个你的鱼穴去按，哎，哪个痛的放那个痛的，痛的就是病的所在，好，这是阿是穴的精神。后来呢，那个到后来不知道大陆为什么变成说，变成他是好，你肩膀痛就扎哪里痛就扎哪里，好，那我就笑他们，那眼睛痛扎眼睛，好，那心脏痛扎心脏，好，舌头痛一针扎到舌头上面，啊，这是不对的。那这是我们在。阿是穴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自虐的时候，在背上面找，我们可以找到。哎，你压了半天，我们什么地方都没有，就是肝俞穴上，或者念肝腧那个字念腧，你的第九椎旁开一寸半找到，我们知道是肝虐，你知道在上面放血就好了。足太阳膀胱经呢是少气多血的，你尽量放没有关系。哦，但我讲这句话，你不要太过、哦。老师说尽量放，我给他抽每一个地方抽一碗出来，那这个虐徒。哦，捣蛋嘛，哈、哦，这太过了，好，那你如果说自虐的时候，哈、哦，好、哦，这个自背书，好、哦，那如果是虐脉，也就是说，如果脉是满大吉的时候，我们在膀胱经上面、背上面可以出血，好、哦，那你看它的胖瘦来决定出血量多少，好、哦，一般不会多了几滴就好了，哈、哦，如果是。这个脉病人是疟症，而你得到的脉是居然是又小但是很硬很急，好、哦、脉小我们知道它在阴上面，如果满大是在腑上面的话，这是在脏上面，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少阴经上面用灸啊，或者我们刺它的井穴，好、哦、刺它的井穴，好、哦、如果疟脉是满大吉刺背，用好、哦、用五个雀鱼，好、哦、背鱼各一，好、哦，我们所谓四行治血术，治愈血就是你压痛点，有痛的让你放，没有痛的要不要放。好，那至于说
按照这种理论来说，你一放出来，逆元素就放出来，就我不置可否啊、哦。但是呢，你放出来热退了，寒退了，哈、哦，病人恢复就好了，好、哦。如果你摸到是病人是疟病，好、哦，往来寒热，好、哦，脉是缓大虚，脉缓而且出现大虚的时候，代表气血两虚，他在讲气血两虚的意思，好、哦。那个这个时候气和血都两虚，虚症出现的时候脉一定是好、哦、大而且虚的，好、哦、没有虚就是没有力量，很大脉，你摸脉是中空的，就好像你跑到菜场你摸那个葱头绿葱头空空的虚啊、哦、我们知道气血两虚，气和血两虚的时候我们不适合做针灸啊，你给他还说啊老师我在给他背上放血太过不需要，我们是确定他的脉很浮很红很红很大，那我们知道病在表，这是我们放血。那病人是气血两虚的时候哈，我们适合用药。这个时候呢，他就说用药最好。好，那《伤寒金匮》里面都有药啊，都有药。好，那到314页呢，他有讲了自虐的原则。凡是自虐，好，早治如实请，来可以治。好，就是在要。这个早治不是说及早治疗，而是病在一发的时候赶快去把它治疗，好，这就是掌握到时机，好，那恢复的很快，如果是太来不及了啊、哦、就失到他的时机了，好，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治病，所以在病在未发的时候治最好，好，那如果现在你碰到了他在发病了，你就不要治嘛，那你现在又急着又去跟女朋友约会啊，那就你不能说等到他那边等，等他发完了的时候你再去给他放血，那你就先出去，第二天早上来，你看你先问他你今天几点钟发了，我9点钟，好，我明天早上8点钟了，好，就这个你可以调整嘛，好，好，那所有的虐脉，有我们知道这个病人呢有好打摆子发冷的现象，脉没有，脉看不到，好，脉都是正常的，在这种呢我们在食指的中间是出血。它的意思，好、哦，就是在你可以在这个我们指头四肢的末梢，我讲过，这个疟都在四肢的末梢上面。你看有淤血青筋的地方，有那个淤血的血脉的地方，你把它刺破放血，好、哦、都可以。好、哦，那过去呢，为什么我们要说要把指头绑起来，拿那个布啊绳子把它绑起来哈、哦，绑起来。它在发之前的时候，你就看到血脉崩张起来，就看得很清楚啊。因为那个疟本来是想往身上走啊，哎，结果现在绑到了。对吧，进不去啊，他就开始他停起来想要通过去，这时候你一看得很清楚，这一个一个放掉，好，你在放的时间他就开始本来是寒或热，先寒后热这样啊，寒症就没有了，或者是先热后寒，热症就没有了，哦，这很厉害的哈、哦、很简单的，好，那血去一定会好，那如果你在病人身上看到很多小小的红的小小的豆子啊，一粒粒出来，你在上面放也是疟的病的所在，好，病灶的所在，就是我刚刚在重复，就是这个地方是不是疟原虫放出来是疟原虫，这我不置可否，好，反正病好就好了。那这个12个疟呢，好，发的时间都不一样，好，我们看它的病情和到底是哪个经脉感受到，好，这里就介绍了，先发的时候我们实请，好，而次之，在瞬间把它通通治好，一次则衰，二次则治，三次则已，好，如果说没有好。好，我们再把他舌头翻过来，两个脉去刺。你说老师，这个舌头要翻过来，他舌头很滑，口水很多，抓了又跑掉，抓了又跑掉，对不对？病人很紧张，你怎么办？啊，我们没有那么傻，啊，你手套，我们一般会去抓舌头，我们就戴着手套。好，戴手套，你拿两颗棉花，一个两个指头夹一个，这个是，然后你把他那个舌头用棉花这样夹住，就不会滑动了嘛。一翻过来，他也逃不掉了。好。这我们在舌下两脉放血是这样子放的，啊，那比较酷一点的人，我不怕，他舌头就反过来，你就这样刺，好，那有的小孩子呢，你去伸，他咬你对不对？抓着他想办法逃，那怎么办？那你把他张开了，把舌头拉出来，啊，他不能咬，一咬我咬了他舌头啊，放掉，好，那治他病也没有办法，好，那如果舌下脉放血没好呢，这就是一个治疗的。你如果按照这样子治的话，你不需要管它哪条筋的，反正抓起来都是这样子治了，啊，如果没好，我们再刺尾中，旁边的周围有，啊，有青筋，有这个血丝的地方，我们要给它放掉，啊，再加上，
好、哦，是那个夹脊，好、哦，督脉旁边外开五分的地方，找痛点，好、哦，来放血，找一点放点血，好、哦。那舌下两脉就是连泉，实际上舌下两脉在这边，连泉在后面，好、哦，后面。那一般还有的原则呢，就后面315页。一般我们要用针刺针灸来治疟的时候，一定问先他病之所先发者，先刺之。你是哪里先发了？哦，我一开始的时候后项强硬，你先治后项啊。你问病人就知道了吗？好、哦，如果先头痛去重者，先去头上去两个额角，好、哦，头顶，比如说我们百会啊，我们的额角啊，太阳啊，好、哦，童子疗啊，好、哦。那先向背痛的，我们先治之。好，先腰背，病人说：“哎，我不是头下，我是腰背开始痛，开始发，打摆子。”好，这个时候你就吃委中嘛，腰背委中球。手臂开始痛的时候，我们打手少阴啊，手阳明的指头尖。好，那脚胫酸的话，就是按照这个阳明，好，足阳明。我们所谓风疟，风疟的时候一发病的时候，汗出恶风，好，发打摆子，忽寒忽冷的时候，身体一直出汗，好。有这病人会这个风吹到很难过，他还不喜欢吹风。这个风疟的时候，我们在三阳经的阳经的背后的俞穴上放血，好、哦。这个呢，在这一倒数第五行哈、哦，我们寒酸痛盛就是在脚上的那个胫骨上面，按都不能按，好、哦，这个叫做腹髓病，好、哦。这个时候我们以禅针针绝骨穴，禅针比较粗，好、哦、像刀子一样刺它的绝骨穴，好、哦、放血。好、哦，这是一个，这些现在这个都是讲的是一个治法。